你不能为曹操办事。我只想为天下人做点事情。关云长义薄云天，却落得这般下场。以后还有谁再讲道义？不准杀人！关羽是个大英雄，乱世当中英雄怎么能不杀人？我杀人不是为了吃饭。这是一句屁话，杀你一个人就够。云长兄，曹营五千人马，有谁能拦得住你吗？让关云长回去，天下将永无宁日。人不能依靠，唯有法纪才能依靠。没有道义，哪会有法纪？人间仇恨太多，哪来的道义？这是的，对错是王法定的。你就是个蠢蛋，这个蠢蛋被刘备利用了。请你告诉刘大哥，关羽绝不会做出对不起刘大哥的事。我曹孟德说到做到。曹操，这个天下你是平定不了的。我就喜欢你。